六十四代祖师道统名师简介。神元山庄一和圣堂一楼左方。第一代伏羲圣帝代理佛伏羲氏大道降世之始，降生西南方，以封为姓，教名殿于畜牧，拜华子得道，仰观俯察，究天地之生理化，先天八卦以示天地之奥妙，为大道降世开山之始祖，是为代理佛。第二代神农圣帝，神农姓姜氏，亦称烈山氏或炎帝，教名耕种，造垒寺，常百草，制医药，作方书，拜赤松子得道。第三代轩辕圣帝，皇帝姓公孙，名轩辕，又称有熊氏，凡书器律吕度量衡公式衣服器用之制皆始于帝，在位期间治国有法，教民有方，遍访名师七十一位，后访广成子使得真道，这有因符经阐发大道妙旨，后传少昊颛顼帝喾四父传之唐尧皆续道脉。第四代少昊圣帝，师子君至篇说，少昊今天是明智卫皇帝之子，异于穷桑，日无色，护照穷桑。第五代颛顼圣帝，皇帝训颛顼云，原有大环在上，大举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大环者天也，大举者的也，法天法的，即可治民。第六代帝喾圣帝，帝喾高辛氏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自言其名曰最成功是以乐教名，其后代分别皆是中国历代的开创者。第七代唐尧圣帝，帝尧为喾次子，国号唐，观天象，受名时便立农作，让位于舜，始传心法。第八代虞舜圣帝，帝舜为皇帝八代孙，姓尧氏，父姓至孝，受尧传授心法，禅让帝位，国号虞，是有专官，政教更为修明，让位于禹。第九代夏禹圣王，帝禹姓四氐，治水有功，受舜禅让帝位，国号夏，并得受心法接续道统。从此之后，君子成为世袭，传十四世十七。主禹439年，至桀暴虐无道，天命丧失，魏汤所灭。一楼右方。第十代伊尹圣人，伊尹年少有德，博通古今，贯通天人学术，是有名除官，掌天下之口粮，是商王朝的开创者陈汤的主要助手，是魏政治家著名的言师。伊尹曰：禹不暇于不顺，放太甲于同，名大月，太甲贤，又反之名大月。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故可放禹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第十一代商汤圣王，汤王为帝喾四子之第三子契之十二代孙，灭夏桀镇天下，都伯陈运皆衍道统，至纣王无道，天命转移，西齐文王皆衍。青阳其满，弘扬应运。第十二代太公望圣人，姜太公吕尚。第十三代文王圣王，文王始祖契，是帝喾四子之第四子，姓姬氏，与商始祖契同为帝喾之子。文王名昌，
悟透性理，作后天八卦，发明义理，阐阳道旨，继承天命，后父武王接续。第十三代武王圣王，武王为文王之子，名发，伐纣而有天下，国号周，新法相授，复周公接续。第十三代周公圣人，周公是武王之弟，名旦，定礼制，治理作乐，平天下，接续道统。代幽厉无道为一大变局，道再分，故三教应运。而新道降师儒，三教圣人承运先后降世，代天宣化，挽救人心。第十四代老子圣人，老子其父姓韩，母名金夫，运八十年生于李树下，因改姓李名耳，字伯阳，是曰丹，生于楚国成群，楚国苦县今河南路邑。https://www.ebaymonthly.com/window/reading/lots/lao-intro.htm 又官事员括号逗号曾为周晋王驻下史官，暗中的受真传，发扬道宗，东渡孔子，炫其青牛，出函谷关，西化胡王尹喜，其道淡泊养心，其法抽砍田犁，平去色相，由气入里，已有道德经、清净经等话，是世称道祖。老子生于东周的楚国苦县立乡曲仁里，原属陈国，今河南省鹿邑县。https://ch.wikipedia.org/wiki 100%, 100%, 80%, 81%, 90%。第十五代孔子圣人，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系水金子化身，降生于鲁的，出世鲁，曾访师七位，后问礼于老子，使得真传，周游列国，宣道于天下。其道正交两间入相而不着相，由相超气入理，晚作春秋，山师书，定定礼乐，继往开来，阐发真理，开儒教之嫡脉，传之颜回，复传之曾子，心法相授，一贯相传。二楼左方。第十六代颜回圣人，颜子惠回，字子渊，鲁人，父姓聪明，能文艺之时，得受孔圣心法，世称父圣。第十六代岑子圣人，岑子惠参，字子瑜，鲁人，父姓至孝，受学于孔子，得受心法，述大学，作孝经等书，独传孔门心法，后传之子思皆续道脉，世称宗圣。第十七代子思圣人，子思姓孔，惠及孔子之孙，受学于岑子，得受心法，继道统，作中庸，传孔门心法，后父孟子接续，世称述圣。第十八代孟子圣人，孟子惠科，邹人，受业于子思，得受心法，游说战国辟异端，作孟子七篇，其说尊王见霸，众人义，清功利，创性善之说，世称亚圣。孟子之后，辗转地传，忽隐忽显，待至宋朝西夷首出联络，官敏、如周敦颐、陈浩、陈颐、张载、朱熹作等相继而起，真宗赖以复昌，然运不相逢，究未得继续道统，
因孟子以前夜以盘转西域事教接演，故宗儒虽然辈出，不过应运阐发道旨而已。释迦世尊、释迦牟尼乃中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十九岁七迦后的燃灯佛受记，承运接演道脉说法四十九年，移经者点度世万载。其道旨信作佛，直探本源，源扫气象而入理，后世称为佛祖。西域自释迦度大弟子迦叶单传至二十八代达摩，道脉覆海中国。第十九代摩诃迦叶尊者，西天第一代，本名毗波罗耶那，复尼居卢陀杰波长者，母名香智，乃婆罗门族的大富豪，居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不远的摩诃梭罗陀村。记首曰：本来富有法，富了言无法，个个须自悟，悟了魔无法。第二十代阿难尊者，西天二代，姓沙地利，为佛陀的堂弟，富迦毗罗城白饭王，在三藏圣典结集时开悟正果。文殊菩萨赞阿难曰：相如秋满月，眼似净莲华，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在佛陀十大弟子中被尊为多闻第一，且女众能依。法出家全赖阿难尊者之力。有记云：本来无有法，无知亦无法，各由须自悟，法子无知法。第二十一代商那和修尊者，西天三代，姓毗舍多，又名舍那婆斯，中印度摩突罗国人，父林胜，母娇奢耶。佛陀曾行至摩突罗国，向示者阿难说：此篇青翠异常林地，称之为流茶茶，在我灭度后约一百年，定有比丘以九枝秀草为名，在此的大转法轮化度有情，果然应验。尊者出生时正应雌瑞香，故用瑞草命其名。传记一首：非法亦非心，无心亦无法，说是心法时，是法非心法。第二十二代优婆橘多尊者，西天四代，赤利国人，种姓为首陀罗，复名善意，十七岁出家为三祖侍者，二十岁正果。记曰：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第二十三代提多迦尊者，西天五代，原名相众，摩迦陀国贵族，橘多尊者更其名。尊者闻之，欢喜赞其师曰：巍巍七宝山，常出智慧泉，回味真法味，能度诸有缘。师亦为之回赞曰：我法传于汝，当现大智慧，今日从屋出，照耀于天地。尊者记云：通达本心法，无法无非法，悟了痛未悟，无心亦无法。二楼右方。第二十四代弥遮迦尊者，西天六代，为中印度人，本系修仙术者，与师有缘，舍术归道，入佛城的获无漏就近果位。刘记：无心无可得，说的不明法，若了心非心，使解心心法。第二十五代婆须弥尊者，西天七代，为北印度人姓婆罗多。尊者说：仁者论及不义，
亦即不论，若你论义，终非义论。既曰心同虚空界，是等虚空法，证得虚空时，魔事无非法。第二十六代佛陀难提尊者，西天八代迦摩罗国人，姓瞿昙氏，自小即辩才无碍，过目不忘。十四岁即极目出家，直遇名师皆成衣钵。佛陀密多礼拜尊者云：父母非我亲，谁是最亲者？诸佛非我道，谁为最道者？尊者随即即答：汝言与心亲，父母非可比，汝行与道合，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欲识汝本心，非合亦非离。复心法记曰：虚空无内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虚空故，是达真如理。第二十七代佛陀密多尊者，西天九代提迦国人，姓毗舍罗，年已五十，口不开言，足不走路，承接师之父嘱后，便到中印度去弘法立身。未记一首，真理本无名，因明显真理，受的真实法，非真亦非伪。第二十八代邪尊者，西天十代，中印度人，其母怀胎六十年，故初命名为男生，因辈分较小，承受心法，便自是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断三界狱，不得六神通，不具八解脱，终不以邪制习。如此精进，人人称之为邪尊者。记一首，真体自然真，因真说有理，领得真真法，无形亦无止。第二十九代富那夜奢尊者，西天十一代华氏国人，姓瞿昙氏，富宝生，乃贵族之子，有次机缘下，其名师毗石耳。尊者问尊者曰：汝从那儿来？尊者答曰：我心非往。师曰：汝住何处？尊者答曰：我心非止。师又问：汝不空耶？尊者又答曰：诸佛亦然。师说：你不是诸佛。尊者又答：诸佛也不是尊者。未记一首，迷雾如隐现，明暗不相离，今复隐现法，非一亦非二。第三十代马明大士尊者，西天十二代波罗奈国人，又名公胜，初为外道修士，是智聪辩，经复那夜奢尊者度化而成正法。大士问一：外道变成的老道士，你叫什么？有多少眷属门徒呢？我叫迦毗摩罗，共有三千眷属。大士又问：你善于神通，若尽你神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变化成一大海，对我来说是件小事。大士再问：那能化你的性海本源吗？什么叫性海？我都不曾听过呢。大士曰：所有山河大地，都本此源头而建立，一切六神通，均由此发起的。迦毗摩罗闻此开示，智慧大开，遂发菩提心。大士记曰：隐显即本法，明暗原不二，今复悟了法，非取亦非离。第三十一代迦毗摩罗尊者，西天十三代为摩揭陀国的华氏成人，当初是一外道者，是位非凡辈之人。
偈曰：非隐非显法，说是真实际。悟此隐显法，非于亦非智。第三十二代龙树尊者，西天十四代，是西天竺国人，摩揭陀国之龙族，故以姓龙，又名龙圣。精于显密教法，其一生对后代最大的贡献在于著作颇多，其中以《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等启发后人智慧最多。有记曰：为明隐显法，方说解脱理，于法心不正，无田亦无喜。三楼左方。第三十三代迦耶提婆尊者，西天十五代，为南印度人，姓毗舍罗。龙树尊者，为度化他而有一则名为波水红然，一针到底的公案。尊者了然于心，明白自性圆融，而非言说身相所能遇的，后承接衣钵心法。偈曰：本对传法人，为说解脱理，于法实无证，无中亦无始。第三十四代罗侯罗多尊者，西天十六代，是迦毗罗国的人，承接衣钵后，律丹广行教化，最后将心法传给以证无漏者僧迦难提，留下一记曰：于法干无证，不取亦不离，法非有无相，内外云何起。第三十五代僧迦难提尊者，西天十七代，系是罗伐城堡庄严王的儿子，一出生就会说话，七岁孩童就不喜爱凡俗之游乐，独爱修行。尊者隐居前修了十年，便遇上了溺水溯源找他的罗多尊者，经一番讨论禅定圣意后，求道而得记依法。记曰：而心地本无生，因地从缘起，缘种不相妨，华果亦复耳。第三十六代迦耶舍多尊者，西天十八代，摩提国人，姓玉头兰，父天盖，母方胜，身体本具有清香味，幼年说话语经众人，非一般幼童可比。有次殿内铜铃响，其师僧迦难提问尊者：是铃在响还是粉在响呢？不是风响，不是铃响，而是人的心在动呢。那心又归于何处呢？心本归乎寂静的。其诗云：善哉善哉，既无道者，非你为谁的剃度具戒，受为一组成人。偈曰：有种有心地，因缘能发蒙，于缘不相爱，当生生不生。第三十七代鸠摩罗多尊者，西天十九代，为大月氏国人，道基根深，又善法理，被诸天神尊崇为导师，为了继承祖师缘故而降生，自遇道时八祖迦耶舍多的度，并继承祖师，其一生均以破邪显正为己任。偈曰：性上本无生，为对求人说，于法既无的，何怀觉不觉。第三十八代舍业多尊者，西天二十代，北天竺国人，智慧聪颖过人，承受师父慈氏法喜，深会中心的文真理忠诚，从上以来之顿教衣钵，从此进行受去，代导众生。偈曰：言下何无生，同于法界性，若能如是解，
通达事理尽。第三十九代婆修盘头尊者，西天二十一代，系罗月城人，姓毗舍屈，父名光盖，母名延一。家父本无子，父母祷求子嗣于佛塔，专修头陀苦行，不倒单，不卧睡，为世人敬重。弟子颇多，人称变形头陀。偈曰：抛幻同无碍，如何不了悟？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第四十代摩拿罗尊者，西天二十二代，是那提国王常自在之次子，是一神力大士出家来继承圣位，后传法赋于月氏国赫勒那尊者。偈曰：心随万境转，转处时能忧，随流任得性，无喜复无忧。第四十一代赫勒那尊者，西天二十三代，系月氏国人，属婆罗门种姓，父名千圣，母名金光。尊者出世来常感群鹤恋目，故以此名之。能教导鹤众，正得道果。将如来正法演藏副主师子尊者。偈曰：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可得，得时不说之。三楼右方。第四十二代师子尊者，西天二十四代，为中印度人，属婆罗门种姓，承继衣钵后至继宾国。该国之信仰大智有学禅定，知见、直相、舍相、不语等五种，均不究竟，尊者亦为之破迷解疑。偈曰：正说之见时，如知见具是心，当心即知见，知见即于今。第四十三代婆舍斯多尊者，西天二十五代，系继宾国人，种姓属婆罗门，父名继行，母名长安。但身及左手一直握拳不放，直到遇上师子尊者，归还明珠，手才自由展开，了结因缘素果，圣人是不昧因果。而后密受心印，承继法寺。偈曰：圣人说之见，当尽无是非，我今悟真理，无道亦无理。第四十四代不如密多尊者，西天二十六代，南印度德胜王之太子，决心跟随婆舍斯多尊者出家。祖师问太子说：你要出家是为何事？不为别事，不为那事，不为俗事，那又为何事？当为佛事。太子本具慧性，即允许出家之求，在王宫受具戒。偈曰：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乎未至。第四十五代般若多罗尊者，西天二十七代，系东印度人，系大势至菩萨的应身。从小失去双亲，不知己名，特别喜爱拿着一串璎珞，人称之为璎珞童子。的欲不如密多尊者传法，便往南印度宣扬心法，颇得南天竺国香智王的护持供养与敬重，后传法于达摩尊者。偈曰：心地生诸种，因是复生理，果满菩提园，花开世界起。第四十六、四十七代达摩祖师，西天二十八代，东土初代，
初祖姓沙利慧达摩，是圆觉禅师，乃胡城古佛化身，降生于南印度香贤国王之太子，自幼佛性不昧，从般若多罗尊者修行，继承西天二十八代祖位，于西元527年奉佛命折卢过江而入中国，将到麦富海中国，是为老水海潮，尊为东土初祖，传真法，直指人心，不用文字，初度梁武帝无缘，次指神光大悟，后隐于河南中岳山、嵩山、少林寺，面壁九载。公元果满，脱化归西，遂将道统赴神光执掌，欲留末后收元振宇曰：“吾本来东资土说传法度迷津，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第四十八代神光祖师，东土二代二祖神光基士，号慧可，是正宗普觉大师，后为洛阳人，乃燃灯古佛化身，降生于金陵，自幼佛性不昧，出家修道讲经说法，后的初祖点化传授至道，传道于金陵，道场弘开，道统受普安执掌。第四十九代森灿祖师，东土三代三祖姓于会普安，别号南泉，法号森灿，是建智大师，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自幼好道修行，常住慈化寺，好读华严经，能知未来人，皆称为菩萨。后遇神光传授心印，勤修苦练，法复曹洞执掌。第五十代道信祖师，东土四代四祖司马氏，会曹洞，号道信，是大一禅师，乃灵皇尊者化身，幼时求道，得三祖授以心法后，舍心不昧，身不到床席，苦修数十年，后住破头山学旅云，四往湖北黄梅县，将道统传于弘忍执掌。第五十一代弘忍祖师，东土五代五祖黄梅氏，是大满禅师，乃灵宝金童化身，其母因时黄梅成孕，故取姓黄梅，又遇四祖传授至道，是母至孝，人皆称为孝僧，后遁迹于镇抚房县房山石洞中修炼，道统受慧能，慧能执掌。嗣后分出两宗，建宗神秀，顿宗慧能，慧能四楼左方。第五十二代卢慧能祖师，东土六代六祖姓卢，号慧能，慧能是大建禅师，乃的藏古佛化身，母怀孕六载，其先祖本范阳人士，客居岭南新州，自幼好道，闻经有悟，始至访道，后至湖北东禅寺参谒五祖，祖命在寺随众作物，踏对舂米，受尽劳苦，彻悟本性，三根入世，叩师求法，五祖传以至道，并受衣钵继承道统，主言衣钵未争端，只汝勿传，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后将秘法传之白马二人，副主白马，天意已定如启示中，道降火宅，和光同尘，勤参菩提心，永证涅盘果，为记曰：释迦从此绝宗风，如门得法至道通，日后三奇开，普度正心诚意和中庸，从此不传衣钵，道转火宅。
六祖后至怀州上爱岭最高峰石室中修炼，经传为六祖言，后返曹溪而教大法，学者云集，讲经说法，化度有缘而不传之于僧也。第五十三代白玉禅祖师，东土七代白祖慧玉禅字如慧，号慧琼子，道号白衣居士，乃南岳大帝化身，降生曹溪，是遇六祖被恶僧寻追，九祖隐于家中供养敬上，是无师。六祖见其善根深厚，遂受密法，主以火宅修炼，进度僧尼，命与马祖同掌道统，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第五十三代马端阳祖师，东土七代马祖慧端阳，号道义居士，系西域十二代马明尊者化身，降生于曹溪，与马祖善交，常至白家的参谒六祖，祖见其德慧双美，遂受密法，命同白祖兼掌道统，隐居于庐山岩，教说法度人，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第五十四代罗卫群祖师，东土八代八祖姓罗，慧卫群，乃太上大弟子公远真人化身，自幼立志修行，遍访名师，由江西九江府是玉白马二祖说法的受制道，继承道脉，开化江南河北，者今泄露玄机，大阐先天大道，为是时天时未至，众生孽重，天降黄考将道收引，祖已杀生了道，上乘法门至此又告失传，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待至清康熙年间，已隔千余年矣，天时降界，天命元始天尊分姓林，林凡为九代祖接续道统。第五十五代黄德辉祖师，东土九代九祖姓黄，慧德辉，乃元始天尊化身，自幼德慧双美，佛性不昧，经卷一览便通，幼时的神人传授真传姚接道统，阐道说法，人皆称为神童，因度众心切，肯倒上苍早开普渡，诚感上天而得理本愿忏雷俺三经，玄机大泄，又者黄极金丹，欲作三会收元平正父，后杀生了道，法父无祖继承。第五十六代吴子祥祖师，东土十代始祖姓吴，慧子祥，号静灵，乃文昌帝君化身，遇九祖在江西说法，参拜九祖的受制道继掌道统，开化广信，道产高山县，及后舍身体众顶灾了道，无祖了道时，远近军民俱见祖跨鹤飞升，县府乃命敛丧礼祭之。第五十七代贺乐苦祖师，东土十一代十一祖姓何，慧苦豪乐苦，乃九天斗母天尊化身，素好清净，立志修道，后遇五祖意志相投，同修同练的受真法，令四祖位阐化洪都，后访至贵州，道统授予元祖执掌。第五十八代元退安祖师，东土十二代十二祖姓元，会退安号无期，乃元始天尊化身，自幼佛性不昧，得和祖点化传授心法，承运道统，开荒前滇，复产道西蜀度化徐杨执掌道统。第五十九代徐海吴祖师，东土十三代
十三祖徐祖慧还无号极难，乃弥勒佛化身降世，世代德泽深厚，欲元祖度化，受真传。四楼右方第五十九代杨还须祖师，东土十三代十三祖杨祖慧还须，号守一，乃观音古佛化身。杨氏历代善根深厚，喜悟丹经，自遇徐祖后屡考不退的受制道，与徐祖统领天命执掌道统，教化群贤，后与徐祖替众顶灾舍身了道。徐杨二祖归后，元祖复掌盘调理，至元祖了道，嗣后邪魔乱道，元祖乃显象于汉阳，派出五行十分正邪永定云臣张臣司时仙佛甚真同五老分性灵将士助道，阐发经义，解八部丹经，作收元之鼎瓶。第六十代姚鹤天祖师，东土十四代十四祖姓姚慧鹤天，号明池，乃瑶池金母化身，按受天命承运道统，传道数年，复法王祖执掌。第六十一代王觉义祖师，东土十五代收元之始。十五祖姓王慧熙，梦字觉一，号北海老人，乃水晶子化身降世，又丧父母，替人牧牛，十七岁往山西访道，得受真传，这有理数和解三教圆通等，重新阐明性理真传。至光绪三年1877年，承运道转贵州，西干堂改称东正堂。第六十二代刘清虚祖师，东土十六代三教合一。十六祖姓刘慧化普，号清虚老人，乃姜太公化身，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承运奉命三教合一，东正堂改称一贯道。弘扬其满附注：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祖师刘清虚开始以一贯道传道，至中华民国九十四年公元2005年满百周年，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于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广场。Underscore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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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core。白杨应运普传。第六十三代陆中义祖师，东土十七代。十七祖姓陆会中医，号通理子，乃弥勒古佛化身，降生于山东济宁，又丧父母，只一胞妹，观世音菩萨转世，曾投军旅，后往青州访道，拜谒刘祖，经三年磨练，于三十岁时承命回原籍阐道，应运普传，尊为白杨初祖，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升天，天命复工厂祖继续普传。第六十四代张天然祖师，东土十八代。十八祖姓张，慧光弼，字魁生，号天然子，乃济公活佛化身，降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山东济宁，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玉露祖授以真传，于民国五年承命助露祖阐扬一贯真传，复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
奉天承运祭十八代祖道迈，司长道盘，而半收元普渡三曹。即飞鸾已开化，假人言已传真，神人共产，拯救亿万性灵返回礼遇，其天命将延续万八年未传道之名师。第六十四代孙慧明祖师，东土十八代，姓孙，名素贞，字明善，道号慧明，山东丹县人，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于民国十九年与师尊统领天命，同掌白羊道盘，自接续师尊之重任后，马不停蹄，日以继夜，为救三曹生灵，夜不安息，昼不甘食的就是苦心，悲怨感天，道悟蒸蒸日上，将法音传遍万国九州。黄河决堤显出天机碑文，云集三六中秋夜，人虽元祭道犹存，仔细太阴祭承接，立己立人天命丹，言简一生难醒觉，见了不忍视天机。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寺称碑文，母定三阳渡元人，父始西黄将道元，临出太公产圣王，太来天真半收元，公长子密祖承担万八年天命，普渡三曹，继续办理末后依着收元大事。